今明两天呢，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。而这两天呢，金门、马祖还有西半部地区的晨间都有可能有局部性的浓雾。而从明天晚上开始呢，花东地区受到了南方水汽北台影响，降雨的机会将会更加明显。继续来看明天各地的详细气温。北部地区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7度。中部地区天气也是很稳定的状态，最低温是14度，最高温26度。南部地区多云，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7度。东部地区在花莲、台东、兰屿下雨的机会是比较明显的，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6度。外岛地区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24度。